哦，你看看哟。走啦走啦，还有好多花，还留一点。出摊了，出摊了啊！看我老姐，迷迷瞪瞪的。我跟他连话说你在吃呢？没啊，上厕所。吃好么一堆麻食线。吃个早餐，吃个早餐。像外面马路上也摆满了很多地摊儿，所以市场里面的话人流量会少很多，外面光线会好一些。这上面拉的有遮阳网，上面还有个棚子，这儿呢还搭了一个棚子，三层。说的啥？五块钱两把，三块钱八，就是十块钱，你说的。我叶子好大，有点嫩。有大的，里头有大的，你可以挑。你可以选哈，大的、小的都有，随便你选。他这个三叉线。小羊块吃上也是粉粉的。我是放黄羊。不得发，他这个刚挖出那个新羊一罐，还至少黄几个月，闷到些黄，他还才会发芽。新挖两羊块至少有两三个月休眠期，之后它才会发芽。胖了没？昨天挖的。哦，昨天挖的，昨天早上挖的。我快八桌钱，再加一个。加两羊块，好三块钱一斤。我看看那个冷菜。都是有点刮伤，还没烂，有个就把它戳了的哈。嗯11.5，嗯，两块钱这1.5，11.5，13.5，13.5，多少能好评价？2块，2块钱一斤。嗯，自己屋里吃不完，还放那会儿。这里才硬，行不行？这碗都是往自己碗，经常拍视频，你快到抖音上。自己我操妈的，真的。嗯。一千多，现在这种品种就大有。11.5，咋的呢？11.5。赶紧的再走，赶紧的，再给你加个。刚才有位身材很好的姐姐，前凸后翘的，把我们的菜基本上都买遍了一下。买六样。啊，买了六样蔬菜，看着我们菜还挺新鲜的。她说。看我这样子也不像是种菜的，说我姐姐种的吗？妈给她看视频，是我老爸种的。我种不出来。那做回去是你种的。啊，给我看看我朴实些是吗？人家强种菜的。豇豆开秤了，豇豆开秤了，5块钱一斤。反正这个就是丝瓜，丝花。它的花谢了，这个已经做果成功了，老爸把它剪了，要撤枝。先裁，先裁。样板甩干就干呗。
见过绿色的，那个绳子。绿的冷虾。冷虾，冷虾，嗯。三年。多少钱？12块钱。哎呦，雪开好香哦。嗯。当水果吃。啊。啊。好，块2块钱了吧？2块钱。满足了，好菜。6块钱。不会，到时候先吃完两馒头再来。10块3，7块钱，老板，7块钱，一罐，5块钱一斤，晚上可以，一罐，5块钱，2块钱，甩干面喝水，冰棍吃多些嘞。清热。哎，我还一个样过呀，真的。不要喝水，不要喝水。那2块钱，5块钱。还有红饭菜，还有那个菜瓜叶。6块钱，老板，6块钱。那评我一下，快评。3块钱，老板，啊！老板，说说。来，你来啊！来，出来，我们。是吧，你爸呢？哪去了？就哪去了？我也没媳妇。这样的。有新鲜有好吃。我还弄个块瓜。是吗？是。我平常在当水果吃的。一斤，最后一斤。谢谢爸。2块钱啊，两块，4块钱一斤。5块加2块，8，7块钱一斤。我操，你个大！嗯，我自己玩中餐没菜的，还明天吃。5块钱，别花。凉粥子我不费事，好凉拌还可以。啊，凉拌用水，开水把它焯焯子，之后得放点麻子哈。差不多吧，这两个可以哈，可以。这个是啥？这个3块钱吧。3块钱吧，这个。2块钱，3块钱8要不要？可以，他也要吃。5块钱一斤。跟那个老品种一样，一块味道有点像，粉粉糯糯的那种。嗯，这是本地的。嗯，本地的。不是本地的，但是我这都是都是本地种的，像爸妈种的。到猪大不得成熟，它有新鲜。马上还2块钱吧。可以。今天有一位大姐，她说给她小孩买这马齿苋泡澡的，好像是说夏天用马齿苋泡澡，冬天用艾蒿叶泡澡，说是可以消炎啊、抗菌啊、去火啊，我也不太懂。
他好像比较懂这些，还给我宣传一下。三块加两块五块钱一斤了吧，它和银黄瓜差不多的，这不加上这也是会带水塘子，因为现在夏天嘛比较热，其他的话会降热下火，它是个新品的。这是什么？那什么？我们送来的早餐店，他们家包子更好吃。我就是一盘盘儿，我一炒它就熟了，你那有的，我炒不着啊。嗯，我一。两把鱼的，我菜都不值钱。嗯，值不值钱？多看的半年好的，今天下午跟我爸爸一起看的。哦，你爸爸？你爸爸买的吗？我爸种的，我帮他买的。你家你有的吗？要不要？对不对？这是垃圾一直吃。这里我每年会种，每年会种一些新品种柿子，我这个味道有点好。我带去四份。我们带一半，差不多的。鸡翅膀炸的。我的体验生活。我这个鸡，天天进我这个里面踩呀踩，踩呀踩，跑啊跑，跑啊跑，把我的花都跑死了。